这次呢，其实没有任何提案，因为我突然想要做其他事情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除了上次自己做的一个那个 app 那个通讯录之外呢，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那 hidden folder。然后 hidden folder 呢，因为个人很喜欢用手机在外面点啊，譬如说上次那个在太阳花事件啊，然后就发现这个 hidden folder 在手机上呢非常不友善。然后后来我就问了一下后面它大概是用什么东西。因为我相信大家对这一点都不关心，所以我们就往后看。然后 Hello Folder 大概它的东西在这里。然后简单讲呢，它里面就是有个表格，哦，资料在这里。然后这是已经处理好的资料，也有已经也处理好的 API。啊，所以呢，就把它给串起来，做了一个 iOS 版。大概是下午才开始写的。然后 Hello Folder，然后为了证明这个是正字呢，所以呢，我要必须再开一下资料。等我一下下嘛，反正我只有 demo 而已。把关系也不见了，大概。然后它就会从旁边这样拉开来，然后就可以按下去，然后它就会连网路，然后开了一个页面，然后就看见哦，这个小米关心你。我想到另外一个 demo 的方式，就是刚刚这边有个那个我们第九次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我可以重新跑过。这样比较简单。然后这个基本上呢，因为扣很脏，所以全部都在同一个档案里面。然后我可能要等一个礼拜我才要整理完。就写扣很快呢，但是 debug 很慢，大概就这样的意思。因为人家会问，刚刚就有问说为什么写出来，说为了是 demo 嘛，你知道。然后这个就是今天的东西了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共机是空的，来 debug 一下，你赶快先 release early。哦，有。对了，那个要去吃饭的，顺便签到一下，刚好这一页。会动啊，就这么动。可以编辑吗？可以啦，不过会有些其他问题，我刚试一下。可以编辑。哦，这个问题。再登入。配好像。他奇怪是会有点问题。对，然后照本来就是。啊，我加几 bug，扣先丢上去，大家可以帮忙看。